что-то 20 динго кашкас.第一个还是非常肯定的，我们这次中华白年轻小将们在这一场对于菲律宾这一场应战的一个身体的碰撞，然后不管是在心理或生理上面，其实我相信他们经过这场比赛之后应该都有很大的提升，那包括在对于菲律宾这么一个在篮球属于国球的一个国界当中，那派出来的职业队，然后他们对于他们也是展现出毫不畏惧的一个精神，那所以我在这边我是真的觉得非常以我们这个中华白的球员们为荣。其实就是那个后像教练说一样，赛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要打很多快攻，然后打很多转换，然后第一节我们有做到教练的要求，所以才可以有如此的成绩。之前其实有提到从小到大都看琼斯杯长大，真正站上这个舞台的感觉。然后今天黄伟龙教练有来嘛，分享一下今天自己在场上的感觉跟心情。赛前也有跟黄教练打过招呼，他就是叫加油嘛。然后毕竟黄教练都到场边观看了，当然就是要拿出最好的表现这样。